Hello and welcome，很开心再见到你们。最近有一种浅眠的状态，稍微有点失眠，感觉整个精神状态很活跃，在三维、跟四维、跟五维的意识这样穿插，然后各种接，再接收。然后如果没有适当的，静心或是休息，或是还有加上工作的一些压力的话，就会蛮容易造成一些焦虑、紧张、失眠。前几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在静心，然后在一个超绝的状态里面，连接到一位宇宙的萨满，然后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请他帮我做一个萨满仪式？然后他也蛮乐意的答应。接收完他的祝福之后，哇，整个人感觉蛮精神的，可能也有加上就是前面的十几分钟的进行的时间，就觉得非常的感恩，竟然可以巧遇到他，然后连接到他，所以这次也很想要把宇宙上满的祝福也可以分享给你们。如果最近有一些比较浅眠的问题，或是一些睡眠上的问题，身体紧张，或是脑袋比较难去排掉一些思绪的话，今天的传导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休息，睡眠真的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手机要关机，我们也要关机。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静下心，然后给自己几个深呼吸。好，我们就恳请的宇宙萨满来到这个空间，为我们做这个祝福的仪式。Nebla aqua sa Eble esta ble asama siam. Uesto egean. Ele estuam.
Mahale mahe klasa den dalea stefe da bara kia baha sena sina bea. 콘테스타 파시테 스테샤 테스타 마타케야샤. 네엘레헤테하나 스테야 데네헤스텐탄 에벨레스토아 게 나아스테베 디비아 아데 에스타 스테하스타 하하스타 하트라 클라타 Hinsa tala a ke tam pa a le e kle a ma ha de e ma ho le e sti a te ha sha. Ne ha kle e ha sta a te le e sta a sa. Me a sta a ne e fa la a le e sta a tre a sha. E kle a sti a ne e kle a sha sta a kle a sta. Na ale e praa tere bere e gara a ga sha e sha. Mehen na hant e sta pa kua tere pa braa sha le. E gong tu ku okru a te e sta kla a sha. Semeha. Sha le a ste a sheme le ha sha tre ste ha ta te pere kra sha ste le ta上次接受完萨满的祝福，也是跟现在状态一样，就是突然间就空。不管我们是
在尽情的生活，还是体验，还是显化自己所是，或者在自己的这个进修灵修的路程上面，要提醒自己要休息。我们的身体才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 temple，哎，这是我们的寺庙，这是我们的佛堂，这是我们的教堂，这个非常宝贵的身体，有价值的身体，所以倾听身体的声音很重要，也让身体适当的休息。不知道你们接受到这一段祝福后，有一些什么样光体上面的一些变化，或是一些感官，或是一些画面，也很欢迎你们分享。很好奇，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会不太一样，也会蛮想和你们一起交流跟分享，将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你们，爱你们，下次再见。